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我们的滚筒机，它是 MT-X44，它的宽幅可以到110公分。然后我们来介绍说我们如何连续生产我们的长型毛巾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转印纸印好，印整卷的，整卷印刷完，然后我们毛巾就是这样子依序摆进去。然后它开始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的下面两条。然后我们这台呢是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哦，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转印哦。然后它等到这里的图到了，我们再摆第二条毛巾上去。好，这边图档出来，我们就把第二条毛巾摆上去。然后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第二条毛巾也摆上去了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说我们的第一条毛巾。这边我们两条毛巾都完成。然后我们转印过的纸后面是有收纸可以收纸的，完成。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这样一直依序这样子继续连续生产。好，再来我介绍一下我们的面板跟一些按钮。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 power 键，就是电源开关。然后上面呢是控制我们的温度，下方呢是控制我们羊毛毯的速度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在左右两方都有设计急停开关，因为当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可以紧急按钮按下去这样子。